各位晚上好，临时开直播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无意间做出了止步啊，在这里无意间做出一条止步，我想说交易所拉一拉做一发，结果一发中，好舒服。止步在这里，武器土样碎片，我今天要把紫弓做出来。哦，我是说紫色的弓。那我们先看一下紫色武器的制作需要哪些东西吧。我们来看一下子午的话，我要做的是这一把吧，应该是这一把吧，这把比较强，打架用。相较之下，好，我做这一把好了。还需要什么？精炼的研磨石、木头、格兰什么的，这三个东西。木头五十个。大成功是什么意思？给两个，哇，多了。研磨石大贵特贵啊！可能等一下又要储值了。6768 6777 7273 7475 ，nice， 好贵哦，100，靠，2000颗，没搞错吧？2000颗，我的钻可能不够哦，等一下可能要再储值一发。2000颗要拉到什么时候啊？主办单位到底有没有看过这个制作材料有多么硬啊？他们真的有研究过吗？你看我是30000钻，瞬间失去一半。你们光做那个止步就是一个钱，制作几率20%，那个就是一个成本，懂吗？100个。其实靠背我不用做那么多，我大概做90个就好了啊。Fuck you。好，没问题啊，都没问题了。来吧，3、2、1，制作，叮，大成功。不用，他这个板就5颗印，对不起，本来就5颗印的，好像也不需要。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呢？把它点到，毫无疑问，把它点到加六吧。点加六应该是易如反掌吧。3、4，好啦，直接跳加六，4跳6，完美，金色闪光，加六，靠腰嘞。我有红五吗？红五卷一张多少钱？1颗4500。哦，讨卡派不用，我自己打。等我打到，我们再来搞它。先把这个武器吸回来。我们现在要洗的是攻速或者是攻击力，2选1。攻击力是比较好啦，我自己测完了，攻击力会比较好。现在有点上头状态，不过没关系，至少结果是好的。做成功总比止步做失败好。我刚刚无聊拉了16个碎片做一发，因为碎片刚好现在很便宜。原本我们碎片被我拉到600-700钻，现在降回400钻，我就拉了16个，然后做了一发就中了。之前失败了10几发，唉，10几万钻就这样喷出去。攻击力是给是不给啊？攻击力给不给啊？又是一个85颗起炼石丢水沟的概念。真的是洗炼地狱啊！我被等下又没赚。等下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洗炼大概洗了多少。真的是洗炼地狱啊！尝试洗炼装备5500次，我已经尝试洗炼5500颗石头，1颗石头你们算20钻，10万钻，至少10万。而且我们伺服器刚开始1颗洗炼石40-50钻，光这个成就达成就10万钻以上。这个洗炼肯定是个坑啊！你们如果没有兴趣准备，小氪玩家不要去玩洗炼。你们今天看到有人在玩洗炼，请叫他2个字：盘子，盘子哥。靠背，刚刚攻速把他洗掉啊！攻击3要不要留啊？我的尊严好像不容许我留3欸，我好像要4跟5才想留。不过好像先留着吧，现在赚不够啊，改天除赚再说。比较一下，4142，好，赢了。攻速赢3%，命中一样多6抵抗。这边是多少？46、45。看，我还输你，我他妈还输他攻击力。这个41+5、46，我他妈还输。抱歉，孰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最好是给我攻击+5哦。最好是给我攻击+5哦，妈拿个子午攻击还输你，这我不能忍。好，不用了，毕业了，各位。
那把武器打架用了，异常状态命中加 10%， 顶了。就算你用另外一把子武也没这个数值。我跟你讲，状态命中就是你的晕命、你的缓速、你的绑、你的石化、你的各种状态攻击都是看状态命中。我有这一招，我的晕命就多 10%， 我的冲晕多 10%， 绑人几率多 10%， 缓速几率多 10%， 打架超强。那我这把武器可以先卖掉了，攻速加 8%。 我跟你讲结果啊，这一把加8女武神功全攻击跟加8女武神功全攻速，这两把跟我比起来的话，其实这把比较强。你到后面你会发现，其实攻击力才是一切啊，把攻击撑高，攻速其实不会差很多。你打一堆小伤害跟一次大伤害，而且后面怪物还会等差嘛。你如果打等级越高的怪，你越是越等打怪，你越需要攻击，因为你的攻击会被吃掉。你等差每多一，它对你的伤害减免就会多个 10% 左右，类似这种感觉。那攻速本身不会有任何额外加成，可以看这边，攻速本身不会有任何的额外数值加成，它就是正常加成。可是攻击力会对于等级高低的落差有所改变，所以攻击力才是关键，攻速其实没差。子午我不知道，要看你们伺服价格。以我们这个伺服器来讲好了，子布武器碎片啊，一张500，好，一张500来说，制作一次要20张，所以碎片材料是500×20，10000。然后制作的成功率，武器碎片20张制作成子布的成功率是20%，我们就算5次会出一张好了，所以10000成本乘以5，50000。等于说我们这里一张现成的武器制作秘籍可交易的至少50000赚起。再来就武器材料，目前能做的子武所有职业都是两个区间，一个是最基本的低阶子武，还有所谓的中高阶子武，他们差别在材料的价格。那这个价格也不是说差一点，是差很多。这个的材料成本我们先不要算金币，不算金币的话，材料成本大概就要花你个20000钻上下，这些材料成本。所以武器部如果赚50000钻加20000钻，一把子武大概成本至少70000钻，所以子武挂交易所挂70000到100000都是合理的，很正常。好，这一把武器上面我们先，这些我们先不看，它变多了嘛，变2倍，我们先不看，我们看这就好。这个在我们伺服器一颗1200钻，100颗120000，光这一把子武的制作成本就200000钻，这一把70000钻，这一把200000钻，给你参考。那我要跟你讲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啊，你也不要特别去想着说你是天选之人啊，可以吗？拉材料随便拉就一发入魂，是有啦，有的人一发入魂啊。但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这张武器部这把子武今天做出来的，我的武器制作秘籍20%。我失败11次，你去算一下我花了多少钱。我拉到700钻都还在拉，我从400钻拉到700多钻，我总共失败11次，我这是12次才做出来。几十万钻跑不掉啊，我光制作都花几十万钻，做不出来，很扯。老王也是，老王全身紫装，但他失败的次数，他是做防具失败，他武器也失败，他失败总次数差不多一样惨，我们都是可怜的男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一直毛起来点加8武器，因为我做子布做不出来，我只能毛起来点加8。哎，敢自己卖的，靠北啊！来了各位，我们加6子武到底能不能诞生呢？降一，降，来喽，各位 ，Are you ready？加6齐格弗里德的诺桶弓箭也太长了吧，这个字跟我一样。来，加6子弓再次诞生，过。